加油。今天两个球队，一个是他的老东家，一个是他的新东家。对，不晓得他心里橘色跟蓝色各占了多少，可以扮演一个控球后卫的角色，直接把球带到前场来产生一个快攻的机会了。简浩这个球找到的是 Styler， 而在时间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刘铮这个超截，休泰的机会，双手扣篮。哇，这已经预测到了路线，这一点就是一个表演时间，双手扣篮。你看刘铮在预测判断，他跑了至少3到5公尺远啊。赫夫做了一个假动作，转身之后在篮底下的出手，在第三节结束之前。转身在篮底下擦板，陈子威再分过来，陈廷恩做了一个假动作之后，终结了投手，把射飞了。陈廷恩带了一步之后，没有问题了。差一点点，那个球虽然不算，哇！但是他的心脏真的是够大颗啊，自己都很兴奋。赫夫在篮底下 ，Oh my God！ 最后赫夫在篮底下完成0.5秒不可思议的 buzzer beater。这后门战术走得非常漂亮，尤其是老将陈志忠的球给得更漂亮。哇，果真是一个非常精彩。